油站玩手机被炸到飞起。香港各大油站都贴了告示，提醒大家不要用手机。不过相信不少车主都好少理，照玩手机话之理。但原来实情可以冇命的。好似近排网上有段片显示，外国有位司机在入紧油的时候，企咗喺隔离，向住前排车窗，单手扶住架车，而且喺度倾紧电话，点知突然呢一下爆炸威力大得惊人，个车主当场被炸到飞起，即场冇晒知觉，而架车油缸位置被炸到尸骨全无，冒出红红嘅火光，真系睇见都惊惊啊！究竟点解会咁嘅呢？其实网上早有人拍片做咗个实验，用石子淋上电油，再喺隔篱打电话，结果石子真系突然着火。专家话原因系手机电池松脱，或者操作过程有机会产生火花，点着挥发喺空气嘅电油，导致意外。虽然香港未发生过类似嘅意外，但系大家都系小心为妙啦。